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佛顶，如来密因，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横，首楞严经，卷第五。唐，天竺沙门波那蜜地译。乌常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：菩萨戒弟子前正义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和房荣比寿。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如来虽说第二义门，今观世间解劫之人，若不知其所劫之缘，我信世人终不能解。世尊，我集会中有学声闻亦复如是，从无始记与诸无明俱灭俱生，虽得如是多闻善根，名为出家，犹隔日虐，唯愿大慈哀悯伦理，今日身心云何世劫，从何明解，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，不落三有。作是予以普及大众，五体投地，欲泪侨成，祝佛如来无上开示。尔时，世尊怜悯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，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，作将来眼，以阎浮檀紫金光手摩阿难顶，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微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，其光同时于彼世界来其陀林灌如来顶，是诸大众得未曾有。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：善哉阿难，汝欲识之俱生无明，识汝轮转生死劫根，唯汝六根更无他物，汝复欲知无上菩提，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，亦汝六根更非他物。阿难虽闻如是法音，心犹未明，起手薄佛：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？佛告阿难：根尘同源，复脱无二，实性虚妄，犹如空花。阿难，由尘发之，因根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同于焦炉。是故汝今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，
知见无见，思及涅槃无漏真境，云何事中更容他物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真性有为空，原生故如幻，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花。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，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？中间无实性，是故若焦炉，解解同所因，圣凡无二路。汝观焦中性，空有二俱非，迷慧即无明，发明便解脱。解结因次第，六解一亦亡，根选则圆通，入流成正觉。陀那微细时，习气成瀑流。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眼。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不取无非幻，非幻尚不生。幻法云何立？是名妙莲花。金刚王宝诀，如幻三摩提。弹指超无学，此阿毗达摩。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盘门。于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惠，其业伽陀杂糅经营，妙理清澈，心目开明，叹未曾有。阿难合掌顶礼薄佛：我今闻佛无遮大悲，性净妙常，真实法具，心犹未达六解一王殊结轮次，唯垂大慈，再悯思会，给予将来，施以法音，洗涤尘垢。即时如来于狮子座整涅盘僧，脸僧伽梨，揽七宝鸡，盈手于鸡，取结波罗天所奉花经，于大众前挽成一结。是阿难言：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俱薄佛言：此名为劫。于是如来挽蝶花经又成一劫，重问阿难：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又薄佛言：此一名劫。如是轮次挽蝶花经总成六劫，一一劫成，皆取手中所成之劫，持问阿难：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亦复如是，次第酬佛：此名为劫。佛告阿难：我出晚经，汝名为劫。此蝶花经先识一条，第二、第三，云何汝曹复名为劫？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此宝蝶花积迹成经，虽本一体，如我思维，如来一碗
得一节名，若百宛成，终名百节。何况此经只有六节，终不至七，亦不停五，云何如来只许初十、第二、第三不明为节？佛告阿难：此宝花经，汝知此经原指一条，我六宛时名有六节，汝审观察，经体是同，音节有异。余意云何？初宛结成，名为第一，如是乃至第六节生。吾今欲将第六节名成第一否？夫也，世尊，六节若存，思第六名，终非第一。纵我立生，尽其明辨，如何令是六节乱名？佛言：如是，六节不同，寻故本因，一经所造，令其杂乱，终不得成。则汝六根亦复如是，毕竟同中，生毕竟意。佛告阿难：汝必嫌此六劫不成，愿要一成，复云何得？阿难言：此劫若存，是非风起，于中自生。此劫非彼，彼劫非此，如来今日若总解除，劫若不生，则无彼此，尚不明一，六云何成？佛言：六解一亡，亦复如是。犹汝无始心性狂乱，知见妄发，发妄不息，劳见发沉，如劳木精，则有狂花。余占精明，无因乱起。一切世间山河大地，生死涅槃，皆及狂劳颠倒花相。阿难言：此劳同结，云何解除？如来以手将所结经偏彻其左，问阿难言：如是解否？佛也，世尊。玄父以手偏牵右边，又问阿难：如是解否？佛也，世尊。佛告阿难：吾今以手左右各牵，竟不能解，汝设方便，云何解成？阿难薄佛言：世尊，当于结心解即分散。佛告阿难：如是如是，若欲除结，当于结心。阿难：我说佛法从因缘生，非取世间和合粗相。如来发明是出世法，知其本因，随所缘出。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，一枝头树，现前种种，松直、急曲、胡白、乌旋，皆了缘由。是故阿难，随汝心中选择六根，根结若除，尘相自灭，诸妄消亡，不真
何待？阿难，吾今问汝，此结波罗经六结现前，同时解营，得同处否？夫也，世尊。世劫本以次第晚生，今日当须次第而解。六劫同体，劫不同时，则劫解时云何同除？佛言：六根解除亦复如是，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，解脱法已，具空不生。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。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，慧觉圆通，得无疑惑，以十合掌顶礼双足而薄佛言：我等今日身心皎然，快得无碍，虽复悟知一六王意，然犹未达圆通本根。世尊，我辈飘零，积劫孤路，何心何虑遇佛天伦，如失汝儿呼吁慈母，若复因此际会道成，所得密言还同本物，则与未闻无有差别，唯垂大悲会我密言，成就如来最后开示。作事于已，五体投地，退藏密机，祭佛明寿。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：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，得成无学，吾今问汝，最初发心悟十八戒，谁为圆通？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焦陈那无比丘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：我在鹿苑集于机缘，观见如来最初成道，于佛音声悟明四谛。佛问比丘：我初称解，如来应我名阿惹多，妙音密缘，我于音声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：如我所证，音声为上。优波尼沙陀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：我亦观佛最初成道，观不净相，生大厌离，悟诸色性，以从不净白骨微尘归于虚空，空色二无，成无学道。如来应我名尼沙陀，尘色寂静，妙色密缘，我从色相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：如我所证，色音为上。香严童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：我闻如来教我地观诸有为相，我识此佛宴会清斋，见诸比丘烧沉水香，香气既然来入鼻中，
我观此迹，非木，非空，非烟，非火，去无所着，来无所从，由是一消，发明无漏。如来应我得香言号，尘气疏灭，妙香密缘，我从香言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香言为上。药王药上二法王子，并在会中五百梵天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薄佛言：我无始劫为是良医，口中常此娑婆世界草木经石，名数凡有十万八千，如是悉知苦醋咸淡甘辛等味，并诸和合俱生变异，是冷是热，有毒无毒，悉能辨之。成是如来了知未性，非空非有，非即身心，非离身心，分别未因，从事开悟。蒙佛如来应我坤记，药王药上二菩萨名，今于会中为法王子，因未觉明，未登菩萨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未因为上。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示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薄佛言：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，于遇僧时随力入室，忽悟水音，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，中见安然，得无所有，素习无忘，乃至今时从佛出家，令得无学。彼佛名我跋陀婆罗，妙处宣明，成佛子住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处因为上。摩诃迦舍及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薄佛言：我于往劫，于此界中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灯，我得清净，闻法修学。佛灭度后，供养舍利，燃灯续明，以紫光经涂佛形象。自而以来，世世生生，身常圆满紫金光具。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及我眷属同时发心：我观世间六尘变坏，唯以空寂修于灭尽，身心乃能度百千劫，犹如弹指。我以空法成阿罗汉，世尊说我头陀为罪，妙法开明，消灭诸漏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法因为上。阿那律陀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薄佛言：我初出家，常要睡眠，如来呵我为畜生类，
我闻佛喝，提气自责，七日不眠，失其双目。世尊是我要见照明金刚三昧，我不应眼观见十方，精真动然如观掌果，如来应我成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玄见寻缘，思为第一。周立盘特迦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缺诵持，无多闻性，最初执佛，闻法出家，一持如来一句伽陀，于一百日得前一后，得后一前。佛明我愚，教我安居，调出入息，我时观息，微细穷尽，生住异灭，诸行刹那，其心豁然，得大无碍，乃至漏尽，成阿罗汉。住佛座下，应成无学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反息寻空，思为第一。教范波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有口业，于过去劫轻弄沙门，世世生生有牛虱病，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，我得灭心入三摩地，观未知之非体非物，应念得超世间诸漏，内脱身心，外移世界，远离三有，如鸟出笼，离垢消尘，法眼清净，成阿罗汉。如来亲应，登无学道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还未玄知，思为第一。毗陵伽婆娑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初发心从佛入道，硕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，起时城中心思法门，不觉路中毒刺伤足，举身疼痛，我念有知，知此身痛，虽觉觉痛，觉清净心无痛痛觉。我又思维，如是一身宁有双觉，舍念未久，身心忽空，三七日中诸漏虚净，成阿罗汉，得清印记，发明无学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纯觉一身，思为第一。须菩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旷劫来心得无碍，自意受生如恒河沙，处在母胎即知空寂，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亦令众生正得空性，蒙如来发性觉真空，空性圆明，得阿罗汉。
遁入如来报名空海，同佛之见应成无学，解脱性空，我为无上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境，玄法归无，思为第一。舍利弗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旷劫来心见清净，如是受生，如恒河沙，世出世间种种变化，一见则通，或无障碍。我于中路逢迦摄波兄弟相逐，宣说因缘，悟心无际。从佛出家，见觉明缘，得大无畏，成阿罗汉，为佛长子。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心见发光，光即知见，思为第一。普贤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，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，修普贤横，从我立名。世尊，我用心闻，分别众生所有之见，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横者，我于尔时成六牙相，分身百千，皆至其处，纵彼障身未得见我，我与其人暗中摩顶，拥护安慰，令其成就。佛问圆通，我说本因，心闻发明，分别自在，思为第一。孙陀罗难陀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初出家，从佛入道，虽具戒律，于三摩地心常散动，未获无漏。世尊教我即具赤裸，观鼻端白，我出地观，经三七日，见鼻中气出入如烟，身心内明，圆动世界，变成虚静，犹如琉璃，眼相渐消，鼻息成白，心开漏尽，诸出入息化为光明，照十方界，得阿罗汉。世尊记我当得菩提。佛问圆通，我已消息，息久发明，明缘灭漏，思为第一。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旷劫来辩才无碍，宣说苦空，深达实相，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微妙开示，得无所谓。世尊知我有大辩才，以音声轮教我发扬。我于佛前著佛转轮，因狮子吼
成阿罗汉。世尊应我说法无上，佛问圆通，我以法音降伏魔怨，消灭诸漏，思为第一。优波离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亲随佛于城出家，清观如来六年勤苦，请见如来降伏诸魔，治诸外道，解脱世间贪欲诸漏，成佛教戒，如是乃至三千威仪，八万威系，性业遮业，悉皆清净，身心寂灭，成阿罗汉。我是如来众中纲纪，亲应我心，持戒修身，众推为上。佛问圆通，我已直身，身得自在，次第直心，心得通达，然后身心一切通力，思为第一。大目前莲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出于路起时，逢遇优楼平罗、伽耶、那提三迦舍波，宣说如来因缘深意，我顿发心得大通达，如来会我袈裟着身，须发自落，我游十方得无挂碍，神通发明，推为无上，成阿罗汉。宁为世尊十方如来叹我神力，圆明清净，自在无畏。佛问圆通，我已悬战，心光发宣，如成浊流，九成轻盈，思为第一。污除色魔于如来前，合掌顶礼佛之双足，而薄佛言，我常先忆久远劫前，性多贪欲，有佛出世名曰空王，说多淫人承蒙火炬，叫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暖气，神光内凝，化多淫心成智慧火，从事诸佛皆呼召我，名为火头，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罗汉，心发大愿，诸佛成道，我为力士，轻伏魔怨。佛问圆通，我以地观身心暖处，无碍流通，诸漏即消，生大宝焰，登无上觉，思为第一。持地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，我为比丘，常于一切要路、京口、田地、险隘，有不如法、防损车马，我皆平田，或作桥梁，或覆沙土，如是勤苦，今无量佛出现于世，或有众生于环会处要人情物，我先为情，至其所意，
放物即行，不取其职。毗舍浮佛现在世时，事多饥荒，我为妇人，无问远近，唯取一钱。或有车牛背于泥泞，我有神力为其推轮，拔其苦恼。十国大王阎佛设斋，我于尔时平地待佛。毗舍如来摩顶为我，当平心地，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我即心开，见身微尘，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。微尘自性，不相触摩，乃至刀兵，亦无所处。我于法性，悟无生忍，成阿罗汉。回心经入菩萨位中，闻诸如来宣妙莲花佛之见地，我先证明而为上首。佛问圆通，我以地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，本如来藏，虚妄发尘，尘消智圆，成无上道，思为第一。月光童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，我亦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为水天，教诸菩萨修习水观，入三摩地。观于身中水性无夺，出从涕唾，如是穷尽精液精血，大小便利，身中悬覆，水性一同。见水身中与世界外，浮床王刹，诸香水海等无差别。我于世时初成此观，但见其水未得无身，当为比丘室中安禅。我有弟子窥窗观视，唯见清水遍在室中，了无所见。同志无知，取一瓦砾投于水内，积水作声，顾盼而去。我出定后，顿觉心痛，如舍利弗遭危害鬼。我自思维，今我已得阿罗汉道，久离病源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，将无退失。尔时童子劫来我前，说如上事。我则告言，汝更见水，可即开门，入此水中除去瓦砾。童子奉教，后入定时，还复见水，瓦砾宛然，开门除出。我后出定，身至如初，逢无量佛，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王如来，方得王身，与十方界诸香水海，性和真空，无二无别。今于如来得同真名，与菩萨会。佛问圆通，我以水性一味流通，得无生忍，圆满菩提，思为第一。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，
顶礼佛足，而薄佛言：我忆往昔经恒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生，开示菩萨本觉妙明，观此世界及众生身，皆是妄缘锋利所转。我于尔时观界安立，观世动时，观身动止，观心动念，诸动无二，等无差别。我实觉了此群动性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十方微尘颠倒众生，同一虚妄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，如一气中住百文瑞，纠纠乱鸣，于分寸中故发狂闹。逢佛未己，得无生忍。尔时心开，乃见东方不动佛国，为法王子，是十方佛，身心发光，洞彻无碍。佛问圆通：我已观察锋利无一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和十方佛传一妙心，思为第一。虚空藏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薄佛言：我与如来定光佛所，得无边身。尔时手执四大宝珠，照明十方微尘佛刹，化成虚空，又于自心现大圆镜，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流贯十方净虚空寂。诸床王刹来入境内，摄入我身，身同虚空，不相妨碍。身能擅入微尘国土，广行佛事，得大随顺。此大神力由我地观，四大无一，妄想生灭，虚空无二，佛国本同，于同发明，得无生忍。佛问圆通：我已观察虚空无边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圆明，思为第一。弥勒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薄佛言：我忆往昔经微尘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灯明。我从彼佛而得出家，心重世名，好游足性。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实定，入三摩地。历劫以来，以此三昧是恒沙佛，求是明心歇灭无有，至燃灯佛出现于世，我乃得成无上妙缘，实心三昧，乃至净空如来国土，净慧有无，皆是我心变化所现。世尊，我了如是唯心实故，实性流出无量如来，今得受记赐补佛处。佛问圆通：我以地观十方为实，实心圆明，入圆成实，远离依他，即便即执，
得无生忍，思为第一。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薄佛言：我亦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一专为意，一人专望，如是二人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，二人相异，二意念深，如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于形影，不相乖异。十方如来连念众生，如母一子。若子逃世，虽异何谓？子若异母，如母异时，母子立生，不相为远。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今于此界设念佛人，归于净土。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思为第一。大佛顶如来密因，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横守楞严经。卷第五。